哎，是王哥不？阿王，社会王。啊，昨天买嘛，买份钱。我也是混社会的，是吧？我也是社会人，你讲什么？有没有加特林呢？加特林就是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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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冒蓝火那个，哒哒哒哒哒。再打电话我试试嘛，我想试试我到底能咋的嘛。身上是咋的啊？我买枪。买啥枪？我买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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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冒蓝火那个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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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别他妈打着了，没有加特林，没有那个玩意儿。那我买个打火机。我买把短枪，打个结没问题的。短枪有没有问题？钱，地址，你敢现在就？行，你一把多少钱？我买10把。你买那么多干啥呀？我买完了，你帮我想个办法，帮我给他组装成加特林，最好还能卖蓝火。哒哒哒哒哒哒哒，你把那打火机打，都给我挨着房门了。哒哒哒哒哒哒，来，我告诉你地址，北方大西新手营，我在运输船上等你。你别冲动，放下玩意，不用一句话，我就一句话。不然，如果我要打，一开始你就不能玩，那我就失去了研究的机会。